有没有？有没有来的啊？来，帮林北分享，帮林北分享先。来，还有呢？啊，林北来了，有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声音。哎，没有声音嘞，下来，没有，没有声音，我这边没有声音，我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那边有声音？我这边没有声音呢。啊，有了，有了。刚刚有，刚刚有，刚有啊！分享了，分享了啊！来，台湾的朋友，不要说一直卖东西，不要说看到我就是卖东西。今天林北拉队来到哪里，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地方我是以前小的时候有来，现在来到这边，哇，人潮真的很多，而且我们进入这边的时候啊是很严的，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可以有在现场，所以要澄清一下，这边是清场，清场在工作的。所以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也是有保持一厘的距离啊，也不要来投诉我为什么我没有戴口罩，因为在做节目怎样去戴口罩，播报新闻要戴口罩吗？不用戴口罩，对不对？所以我要介绍东西，今天不是要你买东西，没有，不要跟你别说买鱼啦，买虾啦，买什么鬼，今天 buy your head 让台湾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今天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卖东西，真的没有卖东西啊。所以啊，大家看一下，所以今天最重要的要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有分享就有后康了，真的，我没有骗你啊。你只要分享了啊，去啊，我今天呢、啊、很奇怪，我卖西服的嘛，对不对？我卖西服，但是他这一件的招牌偏偏那么准，叫做什么？西服。西服的时候跨你也卡，看你的脚西，看。foot 你的脚，脚叫 foot 啊 ，foot 很多种啊，食物也叫 foot， 对不对？西 foot 的 foot 也叫 foot 啊，脚也叫 foot， 对不对？但你别可能 foot， 我跟你讲，所以你不要去看看你别脚，看你别脚的西 foot 西 foot， 但你别可能 foot， 所以跟大家讲了啊 ，Stephen Wong 来了，来 Sherry Tan 王木春，孙牙王木春。来，还有我们的 Daddy John Annas 啊，还有我们的有声音啊，有了啦，青氏 Sally Tan， 还有呢，还有谁啊？还有谁？来分享一下，我来了。所以大家好哦，我们今天拉队来到哪里？这边是哪里呢？那个 comment 还没有看到啊。哦，今天我们是来到 Marine Parade Parkway 哦，这边是 Parkway 啊。我们在我们的门牌是二楼0257，0257这边是做什么呢？不是卖西服啊，今天是怎样叫你啊、我觉得是保养脚吧，我觉得是保养脚吧，就给我们有来啊 ，Sherry Tan、Marilyn、Jimmy， 还有我们的啊、Miko、阿龙、Eric， 一直叫 Sherry 干嘛呢？你是？我叫到你的名字，你真的这样爽咩？真的，我觉得奇怪，很多人啊，一叫到名字他就这样爽咩？我觉得，我叫到你的名，林北60岁的人呢，你以为林北是周杰伦呐、啊？叫到你的名，你就这样爽，很奇怪啊！啊，那所以你妈的，我哪里看得到啊？这样就看得到。还有呢，哦，你要一直拉了，一直拉了啊，不用搞，来，所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来，那台中的朋友，我们的陈啊，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刘应梅。Felicia Tan 又来了，亲爱的，你慢慢飞，好吧？还有台湾有没有包邮？没有了，包邮有你的头，有你的头了，没有了，台湾没有。今天哎，台湾的朋友，不要说你一直来是彰化、苗、苗栗、新竹、马来西亚，都是怡保，对不对？槟城、吉隆坡、森美兰，下来马六甲、麻坡、耶比、永平，哇，很多我都去过了。我这一次去啊，我跟你讲。冲到全马的人都知道我，好不好？我们的 Jason Yang KNN 啊，还有 Jason Yu， 哎，奇怪，这个 Facebook 的人啊，很多人叫做 Jason， 我想不通。还有我们的刘生之啊，鞋子可以穿一半放冰箱吗？放你的头，你的鞋子这边还有人讲什么啊？鞋子可以买一双吗？一双不要买可以吗？我今天不是卖鞋子，你不要看到这样多鞋子。我跟你讲，我今天这个鞋子是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啦。我的鞋子今天可以吃的，
妈的，你们要玩，我跟你们玩。来，笑也喊我的名，金顺定 ，July， 来，还有我们的 Jason C， 还有我们的杨宇，来自台湾朋友，还有廖天丁。哎，廖天丁不是台湾的艺人孔孔锵了，已经做仙料啊。廖天丁刚开始做仙料了，有没有？还是还有在？我不知道。还有我们的台中哎，台中的朋友蔡俊一。还有我们的黄佩如，还有我们的汤心莹，王木春，基隆人对吧？基隆鸡很喜欢鸡哦。还有呢？还有谁？现在啊、哦，我们的所有老朋友，所以今天呢、啊，我们的彰化不用紧，慢慢来。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台湾的朋友了，看到台湾的朋友了，所以啊，现在有要整8000人。所以，要跟大家聊一聊。所以穿了鞋一路好走，走你妈的头走，这样好走。林北穿了我鞋子，你才会飞啊！我跟你讲，因为这边的鞋不一样，真的。你们觉得鞋有什么好玩？对不对？对了，我今天是这个机会哦，叫到伊人名，那是欢喜的，叫做谢立丹，我妈的爽到我妈这样爽，阿妈叫费立谢丹很爽。他妈的，我跟你们讲，没有用的，你们留我没有用的。他妈的，你们的都是工厂要倒闭的，找一些年轻人。他妈的，我这种60岁，你们还要，我真的想不通了。他妈的，来，还有我们的庞英轩，还有表演气势，气你妈的头气，还有气势，念我的名字，还有林德源啊，还有啦，所以大家很开心，因为我第一次直播。现在很多新加坡厂商来找我了，商家来找我了，因为什么呢？林北就是直播天王来到的店，我跟你讲了，外面人潮是很多，没有办法，人潮太多，我关注。我今天来到这边，好像周杰伦这样，没有啦，这个自己讲自己爽，其实没有人知道，自己讲自己爽的。今天要卖没有？台湾人没有？哎，马来西亚人有没有啊？陈伟勇叫我的名，陈冠宇。我们的 Dio O'Bang William， 哇，台湾人还有英文名啊 ，Steady 啊，陈世先，还有呢，现场表演鞋子，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不是鞋子，这个是蛋糕，可以吃的，等一下我吃给你看了、啊，所以 Seafood 就是我们新加坡，其实哦，已经从2017年。就开始在新加坡营业，他们一间就变两间，两间就变三间，三间就变四间，已经在新加坡有四间了。第一间大家都知道 Novena Square 有没有 ？Novena Square 0170 ，Novena Square 0170。第二间就是我们的 Westgate 啊 ，Westgate Mall B1K6，下来就是我们这一间啊。Parkway Play 0257，下来就是我们的 Slida Mall 0231。哎，你们如果有走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不是来跟大家妈的讲那些无聊的话，今天真正什么我来到这边，刚才我找一个小时来了解，原来哎我们走的路啊那些东西啊，哎每个人不知道、哦、你的身体的状况啊。身体全部的状况啊，都在椅脚，真的我没有骗你了，我也不知道来到这边，哎，为什么？那有一时期，每个人很喜欢脚底按摩，有没有？他一按摩，你哪里痛就知道你心不辣，按到这个你胃有问题，按到这个哎你的肝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目前全世界都知道脚部按摩是最重要的。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这个更厉害。哎，很多阿公阿嬷他们讲，哎，他们都很辛苦。哎，有的人以为哈、啊、那种八字形啦、啊、开的啦那种啊，很多阿嬷以为他太胖啊，压到变形。哎，不是嘞，哎，有的人以为他们是关节炎造成的。哎，我来到这边才知道，不是哦，原来是他们站太久哦，而且这脚部都有问题才这个名字，对不对？啊，你要不要小美女？有啦，林北这边30个这样多。等一下，我介绍一个西北大公，他身材好得不得了，哇，
他身材我跟你讲了，他一出来，他本来在这边做公司要穿3.4，我不要了，因为他3.4我也是，哎呀看不下，他的身材，哎年轻人家年轻美眉嘞，对不对？人家人年轻美眉，所以要小心啦、啊。所以我们全新加坡有4间，我们叫西富，可以来我们啊，可以来来我们啊 ，Novena Square 0270 Westgate Mall B1K 6 Parkway Break。0257，还有我们的李大摩0231间，所以有买过我们的产品的人都知道，我们讲的是保健，最重要。哎，你看短短我们那个电视从2017年开始，哎2017、2018、2019啊，2023年我们就开了4间，证明什么东西，它的产品好用，所以要跟大家讲，哎，你们不要哎不要一直说叫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他妈的叫你们那些啊，不得有塞工，他妈的两塞工在念你们，他妈的企业顾问野鬼都回去了，你们还要念你们的回去。我跟你讲啊，今天给我念到名字，跟你讲直接衰啊，还叫你们，哎呀，有说你们 Alex， 还有，来，我要知道有多少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让我知道好不好？让我知道有多少个马来西亚人，来给大家知道，我们要知道啊。哦，给我知道一下好不好？给我知道一下有多少人？可以，我这边看得到，我这边看，因为你放小我就看不到，太小，太小，笑哎，你们的眼睛没有那么好。来，所以要问什么问题呢？大家都知道啦，去到哪里哈、哦，我们都讲求哦，沙拉瓦人，也有人沙拉瓦来自沙拉瓦，东马的、马来西亚的、我们的台湾的。中国大陆的大陆的朋友，我跟你讲，今天介绍的只有新加坡而已，新加坡而已。所以今天呢，你要快 like and share 啊！我们今天要送一双运动鞋，价值200多块的哦，真的啊！还有一个送一个啊，价值定做的、啊，定做啊，价值479，今晚要送出去。最大奖的是送什么？今天最大奖是送我老婆都送出去。我老婆都送了，没有办法，对不对？来跟人家做生意，什么都送。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你只要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哦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去 like 我们的啊 ，Seafood 啊 ，Seafood 的 Facebook，C 呀 ，CFOOT，CFOOT 就是 like 我们的 Facebook。所以我们的台湾朋友哦，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都非常欢迎啦。但是希望大家哦。是好的 comment 啊，哎卡了，有没有卡？我这边看到卡，所以哦，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啊，有没有？哎，这边 OK 的，你这边卡哦，来，还有我们的 CH Lim Bukit Batok Teo Bee Tin， 还有呢，谁？啊，可以送你这个老60岁的人，可以，我们今天的对象就是年长年轻，哎，很多人不知道嘞。其实人啊有一种脚，哎，有一种脚，我们最常见的，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过这种脚？有没有看过这种脚？来，平底的，有没有？你的脚是平的，是不是？你的脚状是平的，对不对？啊，有没有？平的啊，啊，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平的、啊，这个平的脚啊，我跟你讲，这个脚最辛苦，他们走路买鞋都很辛苦。但是我们今天，哎，我坦白讲啦，卖鞋不是我的本事啦，卖鞋要找一个，我刚才你讲了，我跟你讲，身材西北独拱的，真的，他的两粒很大粒，我说眼睛啦，眼睛很大粒，所以在这边工作了蛮多年的，但是他身材西北好，我看了真的，我看了都会，真的，因为身材太好，我喜欢看美女嘛，对不对？但是讲啊。讲可以讲到哇，西北美女，懂吗？但是你们心里要准备啦，你们自己心里要准备也 OK 啦。看一下，我刚才的话收回来，刚才我要收回来，邀请我们的美女出场，我们的宜萱，我们的鞋子达人，来，跟人家介绍了呀，来。我们要保持1米啊，不然被人家 complain 了。美吗？哎，大家美吗？美就来个 comment 一下，美的人来，美的人就 comment 一下。所以大家看一下美，不要乱写啊。
你们他妈的，我跟你讲，我的这个网友全部很毒的，不要跟你讲。你问了林北睡不？睡。第二个朱正义来了，第二个朱正义来了。你问了林木睡不？林木睡不？没睡。你会福建吗？一点点。一点点哦，来自哪里啊？巴干斯来。巴干斯来自哪里？霹雳。哦，霹雳错。因为霹雳大家都知道，有没有霹雳人？有没有霹雳人？你妈妈有没有在看？有。你妈妈有在看啦、啊？你几岁？你几岁？你妈妈、你爸爸有没有在看？啊？你爸爸有没有在看？不懂哎、欸。妈妈，妈妈，林北就是卖一个，卖一个就是林北。林北今天来访问你的女儿，漂亮啊，对不对？刚有一点肉肉啦，有一点肉，有没有想到要减肥啊？有没有？可以减，但是减不成。那边减那边出，讲一句胖，讲一句肥，所以我觉得啦，减肥是个人啦，减肥个人啦 ，OK 啦，妈妈多久没有看到你了，对不对 ？CB 到现在，新年咯，想妈妈吗？想，给你讲妈妈，跟她讲话，现在大家在看，妈，可以讲啊，不要啦，妈，他妈的，害羞啦，妈，我叫妈不是，你妈妈几岁？啊，你妈妈是啊，这样年轻啊，40多吧。哈，吓烂了，家己老母几岁不唔知呀？自己的妈妈几岁都唔知呀？有一些，自己妈妈几岁都不知道。来做这一行多久了？三年了。你觉得这一行？我觉得你们是，你们主要目标是几岁？你想，几岁人目标？小孩子哦，小孩子也会有。哦、小孩子也会，有些是天生的。最严重的是什么？平脚外翻。对，你外翻，我觉得听到这个名词啊，我觉得是你在打麻将六翻、八翻、五翻哦，对不对？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来这边来到9000人了，只要你 like and share 今天拿、西服拿，或者是完了，我跟你讲。今天会送你一双200多块的鞋，而且免费的啊，免费真的啊，没有条件我不可以。很多人说，哎呀，羊毛出在羊身上啦，你要一定要买什么才可以，条件才可以啦。但是只限新加坡人，我们将会送出另一双是400，价值479，本店的定做的鞋。我现在今天才明白什么叫做定做。定做是你的型，比如你看今天来，你偏过来这边，很多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很多地方都在我们的脚，哦，有的人做的脚步啦，有人的脚是八字形啦，我也是卡亏亏啦，对不对？啊，那种，来，介绍一下，慢慢介绍，来，所有的好朋友，看过来，赖跟鞋，今天就送你一双运动鞋，价值200多块，还送你一双定做的钱。就是479，还有哦，今天会送给大家什么啊？我跟你讲，等一下我会送出啊，送出的就是每一个人价值一个而已啊，只有一个啊，79.9，啊，100块啊，啊，100份啊，对了，100份啊，价值79.9的 voucher， 所以最常见的是什么东西？来跟大家讲一声，平脚哦。平脚的他会做什么呢？他会，你觉得他走路失去平衡？哦，平脚，你觉得你有平脚吗？走路是不是一跌倒？哦，是啊。哦，打没跌倒的是平脚哎。再来。外翻咯。外翻是八字形。对。来，原来腿也卡亏亏的哟，那种卡亏的哟。还有呢？脚后跟疼痛。哦，我会的。后面痛。我会的。你要小心哎！怎么呢？到时候生骨刺没有救了嘞！哎，真的、啊、这个，哦，原来我们的脚尖啊，哎，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脚尖啊，这个帮我扶，借我扶一下，你这个身材应该动得了。来，我们的脚尖啊，你走路啊，时常这边会痛啊，哎，不要开玩笑，今天他说脚痛啊，就会。严重到我们的骨刺，是没有得医的，
骨刺是没有的医了，所以真的哈、哦，你没有讲完没有，是不知道这样严重嘞，哦，那还有呢，八字型的内向，八年，八年是什么？八年我是没有看听过，八B我就听过了，八年是什么？脚拇指伸一点。哦，来，就是这种哦。OK， 我知道了。来，脚拇指，来这边，啊这边的，啊这边每次觉得很痛啊，就是脚拇指啊这边啊，大家看一下啊，脚拇指啊，来这边就会时常痛的啦。对。哦。到时候就这样了。哦，到时候如果你没有纠正，你就会粘起来变成这样，就会变成这样。啊，如果你没有纠正啊，你的脚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哦，原来穿一双鞋那么讲究的、啊。对，我还不知道嘞，所以我大家都知道啊，这边的鞋啊都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来很多人不知道，就拿一双鞋，很多人以为哎买个这个啊什么东西啊是那么容易的，哎其实我跟你讲，你们都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定做的，对，以你的脚型来定做，对，对不对？改善你的问题，改善什么问题？平脚啊，拔捏啊，脚后跟疼痛，膝盖疼痛，腰疼痛，还有那腰啊，脚都会腰疼痛、啊。对啊，你的脚是支撑你的体重嘛，当你的脚不能支撑你的体重，你的膝盖、你的腰就自然会有问题。哦，现在有一个问题啊，你讲不要一直看我，看你妈妈，对不对？你是看我看你比较帅吗？看你妈妈，你一直看我做什么？看你比较帅吗？我都比你妈妈大了，你还看我看个屁！十岁都给看没看，头看到尾，脚看到尾，手脚很容易生骨刺。对了，无带治，手脚啊真的很容易生骨刺，真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手他妈的这个问题，你看了，手痛可以穿吗？这种白痴的问题、啊、手痛可以穿吗？所以大家今天真的上了一课，我今天也是真的很可怕的、啊、这个用，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哦，原来脚步能造成啊，很多人以为那个脚步跟脚步粘在一起，很多人以为是关节炎，不是哦，因为你长时间你的用力一直在前面走路啊，对，穿高跟鞋的女生，对呀、啊，没有，我们男生走路，你看，也是用在前面的，对，哦、我们前面多，对哈、哦，为什么你这样年轻就知道，林北就不知道啊？为什么啊？你拜我为师哦！妈的，我想要骂粗话，林北想要骂粗话呀，所以啊，来、我跟你讲啊，我们的这边有没有卖医师？这个小妹妹应该瘦不下来。那个肺炎，肺你的头啊，肺炎，那你跟肺炎，脚跟肺炎没有意思啊，穿了明天一路好走，走你妈的头，你走了，我们还没有走啊，啊，我们所以啊，这个什么、啊，这个什么 ，can good 什么 ，improve 什么东西，这个英文，啊，给大家看一下，便秘，啊，会便秘吗？会好吗？啊？哦，便秘，穿了便秘，我靠！林北第一次听到，穿鞋会治便秘吗？可以，没有，可以，买来试看。没有，你可以给人家便秘可以了，你买一双定做了，你整双刺下去，这样会便秘啊！你要慢慢咬啦，一天吃三寸，三天刚好9寸，你吃到完。三天给了你，你要啪碰到完 ，OK 啊？一双鞋里面，你买来跟我们买，我送给你，今天就送给你79.9元的，对不对？对，你就慢慢吃，啊、哦，三餐啊，早餐3寸，晚餐3寸，中午餐3寸，吃下去，给了你3天，不用捞晒，直接送去光明山。他、啊、妈的，哪里有人这样笨的？他、啊、妈的，问林北这个问题，这死了好笑。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很多很多问题来，我们一样一样介绍。这个是什么？根腱炎旁边啊 ，close up 一点。好、啊，刚刚推，再进来，推啊，这个就关腱炎啊。来，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换来这边。
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脚趾头都时常会痛的。再来，这个我有生，这个什么啊？死皮。脚也是有死皮，有，但是每个人死皮一只割一只割，割了又再生，割了又再生。听到没有？割了又生，割了又生，割了又生啊，割了又生。再来，这个就严重了，骨刺了，你痛到没有的医啦，没有的医啦。这个有看过，我看过这种脚，高足弓。高足弓啊，不是我是你阿公啊，高足弓啊，不是我是你阿公啊。这个有，这个脚有，很多人有，对，他们的鞋都要钉做的，对。再来平底的，这个是非常看时常见到的啦，对。所以这边种种，你看来过来这边，八字的有没有？八字的啊，这种是脚尖就会过在那边啦，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哦，死皮可以煮汤喝吗？那我是今天小妹妹在，不然你别出话一定飙出去。她说死皮可以煮成汤吃吗？妈的，你讲什么话？来，我们的大家脚皮用什么做的？人中。对，来，你跟他讲。他说这个什么做的？啊？你说怎么？这个啊？这个材质啊？EVA 咯。EVA 要跟人家讲。EVA。EVA 是什么？帮助你糖性，糖尿病的人也可以穿。糖，因为糖尿病的人的脚会很，他们伤口会很难。对呀、他妈的，这个罗优讲什么？可以买来打小人，买来打小人，笑哎，一箱400几块，你拿来买小人，笑不你？他妈的，不说，他妈的买打小人，我所以觉得好朋友，我觉得今天一半开玩笑，一半是严肃的问题。美眉就是注重健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应该要穿呢？你觉得？脚有问题咯。脚问题呢？比如你讲，比如平脚还有呢？膝盖还有呢？腰还有呢？腰疼痛还有呢？拇指外翻。腰疼痛都有啊？对呀、腰疼痛都会啊？对呀、腰嘞？对呀、我真的不知道嘞，我真的不知道啊，腰啊，原来会影响整个脚步啊。对。妈的，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你别去敲你的头了。我量你的脚啦。真的吗？真的。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就知道。对呀、哎呦，你们还第一次知道哎，两双脚啊，要脱鞋吗？要啦，不然怎么量？要不要脱裤？两脚问他要脱裤，他看明白，有没有听过两脚要脱裤？你跟他说脱，两脚要不要脱内裤？脱。林北第一次听到两脚要脱内裤，又不是量 LP， 我们来脱那个。OK， 你妈妈在看，妈的，你妈妈在看，你是什么习惯的？你是什么籍贯的？你妈妈，潮州还是福建？潮州。阿妈，我搞了打，一打按钮我该卡，我门口就要吞口面，一打该娘老打，吞口地个就要尿卡就要吞口，我无来口崩疼啦，无疼该弄了老能。台湾朋友，我的潮州话也是很好，真的我的潮州话。真的，潮州话在新马是很平常的。再来，杨娘给大家看啊。所以老朋友，如果你们来到这边，你的脚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来这边，因为我们的脚是用应用机器来帮我们测量你的脚问题发生在哪里。真的，你根本不知道你两双脚心今天走到很好，忽然间痛，我跟你讲要心了。有的人睡觉起来每天。你会在躺在床上赖床，赖了差不多10分钟才下床，又不痛。我跟你讲，应该过来。今天我们就给你100份啊，79.9元，你们可以免费啊，免费来量啊，来要量量，来，慢慢的，看那边，等一下，来看，量我的脚，你妈的，你一直拍我做梦，来，等一下啊， okay. 等一下，我没有洗脚嘞，不用紧啊。你在摸我的脚做什么？
这样啊。你要性感吗？没有，给大家看一下啊。量脚的时候啊，是有专人帮你们量的啊。OK， 来，妹妹介绍。OK。来，这只脚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这个是量脚，给大家看一下。它而且它是用电脑的啊，来，用电脑操作的。来，我的脚在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这只是我的脚，里面全部跟你照，照出来。来，这个是王雷的脚啊，慢一个的脚啊，有没有？两个都跟你照出来啊。OK。再来，这只脚，哦，这样啊。哦，哦，就这样量，哦，有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解决出来啊？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到？偏这边，偏这边，太慢了，你太慢，你偏的太慢了。来，这个就是我的脚啊，啊，他已经照出来，就好像 X 光这样照出来。来，你有什么问题，他全部跟你分析出来。来，从我们这边到这边，他都跟你分析出来，有没有？全部跟你分析出来，而且不是脚尖里哦，哦，脚底上去一扯，他帮你量，只要全部你的电脑帮你评分起来，到底你有什么问题？哦，到底你有什么问题？来，妹妹的脚，妹妹，妹妹啊，阿公的脚有什么问题吗？平脚。林北平脚。林北有平脚，你不要乱乱来啊！我没有乱乱来，哎，电脑告诉我的。我有平脚，怎么我自己不知道？你当然不会发觉了。是吗？哦，是啊。哦，人要怎么办呢、啊？来，再来。哦，原来说的好朋友，电脑一分析不可以骗人的，不可以骗人啊！这些都是我的脚，现在全部都分析出来了。啊，还有你的脚后跟。我的脚后跟有问题啊？外翻。外翻啊？对，你怎么办？你走多站多，你脚后跟会痛吗？会，真的会，真的真的。你要小心咯。人要怎么办？锯掉啊！做鞋垫呢？锯掉啊！妈的，他说锯掉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要做鞋垫才能改善。对，不然会什么严重的效果 ？O 型脚，膝盖痛。哦，你膝盖痛吗？哪里膝盖？你还没有呢，还没有，还没有，现在暂时还没有啦，暂时还没有。还有呢？没有，差不多就你妈的头差不多。现在我站，我可以了吗？可以了啊。可以了，你妈的，你就还没有讲，还有我一直这样子。我看你一直站那边，越讲越爽，越讲越爽啊。妈的，那么你一直讲，我一直看，你一直看，你看，所以这个我全部他测量出来。OK， 我问妹妹，如果单单测量这个东西需要付费吗？不需要，免费的。免费的哦，所以哎，今天我、哦、来到你们店测，这个是也是最。先进的技术哦 ，3D scan 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哦，一双哦就以你的形状去定做这个，对哦，所以你们今天放心啊，不是叫你们买啦，叫你们买啦，啊，大家看啊，砍掉重练，练你妈的头砍掉，还没有砍掉，那梁王要往生了，哎呀你妈的了，还有呢，一路不好走，真的，真的。哎，这个谁就睡了 ？Net 丢啊 ，Net 丢单对不对？这个 Net 丢单啊，对不对？对。Net 丢单 steady， 真的，如果你的脚有什么问题，真的一路不好走。阿妈的，你讲到我这一句话，真的不好走。所以啊，大家，哎，你，我跟你做一个 magic。来，什么 magic？ 你觉得？啊？你不要喝水先了。您别老人家了，不要喝水先。Okay. 你觉得？来，妹子，用你的手。等一下，我看，因为今天要送礼物给人家嘛，我有看他们有没有分享。送多多分享。啊，要多多分享，因为我们今天真的要收，看有没有人分享，没有人分享，我们再呼吁人家分享。所以今天真的是要，现在有总共有多少人？要9000人啊，对不对？来，有9000人在线看，台湾的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不要，今天你进入看我们的直播，你真的是赚到，你真的是赚到了。好不好 ？OK， 来，你的手这样。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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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压你，你顶上来。哦、oh, ，OK，OK，OK、okay. okay? okay.。一、三，你看你这样老。你妈的，不是我顶你不上。等一下，你在这边给人家看这边来，啊，这样啊。OK，OK、okay. okay.。一、二、三。不是我，是你胖哎，笑。
不是我胖。你骂的是你胖，我才扛不上，还叫我胖，真的吗？你穿这个。真的吗？啊、妹妹，哦这个。OK， 再来。这个是你胖了哎。啊来。哎，真的哦。哎。我都压你不倒喽，是我老哎。哎。为什么会这样 ？Magic。哎，真的嘞？为什么这样啊？妈的，我不相信！再来一次， okay. 再来一次。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你拍我的脚没有用。没有啊，我没有穿啊。等一下给大家，没有穿啊。一二三。哦，我会前。对。哦，我会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现在 OK？ 哎，不是不是，等一下啊。就我现在这个是平底的、啊，这个是做给平底的人啊，平底的啦、啊。连这边他有一个这个三个，还有三个啊，三个地方啊。为什么谁研究出来呢？你啊，等一下，真的吗？那为什么这样厉害？哎，哎。为什么？啊、我们的姚正啊，笑，姚正笑。我跟你讲，我今天第一次试，刚才我们也是没有讲。哎，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厉害啊？不是我老了，不是，我真的。这个是三百吧，了嘞。真的 ，I got， 哦，你有脚的问题啊？那个什么名？叫什么名？哦，来这个什么名？给我看一下，来这个，来这个。这个啊 ，geometry， 你们来 try 就知道了。你们来门 play， 我们有时间，你们来 try。王雷士那个，哎，这样厉害啊！来门那边来看我。等一下啊，哦，那是我们两次差点跌倒就是这样。哦，很多人跌倒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的啊，哎，我就觉得奇怪。因为你的这个足弓哦，啊，是支撑你的平衡度的。你没有，你平脚你就来，你看他们，来再讲，没有再讲，再讲。你的足弓是支撑你的平衡度，当你的脚平哦，它帮不知道，它帮不知道你的身体的平衡度。哦，他、啊、妈的这样，然后才会影响，也会影响到腰。是这样厉害、啊。对呀、啊，你的脊椎啊这边。哦，哇，这小妹妹今年几岁啊？20岁啊。你二十而已啊？啊。哎，真的嘞，真的，来，你坐，来，20岁，你妈的，真的是一辈操劳嘞，他真的是一辈操劳嘞，你要保养了，妈妈，你看他在新加坡赚新币多么辛苦，20多岁，我以为他刚刚生孩子出来，哎呦，我这个真的是一辈厉害嘞，所以你们要试可以，你们可以去 Novena Square。0170，这个是免费的、啊，免费啊！0170 Romania Square， 还有我们的 Westgate Mall B1K6K6号 Parkway Parade， 我们的0257就是我现在的位置，还有我们的 Seletar Mall 0231。如果你来到我们的Parkway 这边啊，0257你要找他宜先，好不好？来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啊，这么太高不行。不要 gas 打人呢，王雷比酸民更厉害，他妈的没有了，真的把什么翠翠，请问鞋店的公司是公的还是母的？来，一只公一只母喽，看你那你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对啊，你要赖啊，我们今天要分出去100份，100份价值79.9元，好不好？给送给大家，现在送第一份礼物，不用你们买东西啊。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脚有问题，要来做哦，要来，对啊、这个是等一下要送了，100份，100份。我跟你讲，这个我也是可以吗？可以啊，把这个是现成的。哦啊，他们现成，你送，他不能矫正。OK， 你们送给他们的是有 size 还是这个？有 size。哦，他来这边有6号7哦，你们这呢、啊？对。Oh, steady， 这样不骗人。哎，不骗人了，这种公司就不骗人，不是说来到你们哪这个哦，我们但是我觉得送东西不够割礼，
哦，我们觉得啊，我们觉得今天的 offer， 我们先给人家 offer， 比如479，对，是哪一双？你 给大家看一下，量身的咯，量身啊，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是量身定做啊，这一双是479块，有没有包过鞋？没有，没有包过鞋啊、哦，这个是对你全身很好。可是有什么好处？每3到6个月，两年，你都可以免费来检查，哦、看你的脚有没有进步。哦哦，就有没有纠正到？对。哦，如果你每次来你的脚，关节炎啊，你的脚很痛啊，来照一下，来给大家一下啊、哦，这个叫什么型？你要讲 S 型脚啊，这个是 S 型脚啊，这个因大家以为是关节炎，不是深层了、哦，他们的脚有毛病才这样。再来呢，这种呢 ，O 型脚，对，这种 O 型脚走路很辛苦的，那种你看阿嬷很多阿嬷他们走路是这样，对不对？阿嬷这样走路用拖的，有没有看他们？很多阿嬷用拖的，哎，是不是很辛苦？对，我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两样呢？还有哪一种脚可以帮助这一双鞋？平脚咯，平脚还有呢，可以帮助什么？脚后跟痛，脚后跟疼痛，早上起来每次很痛，对不对？来，膝盖痛，我们这一双鞋今天本来是卖没有不二价479，今天卖你379。要的人马上 WhatsApp 这个号码，只有这三天哦，94870661，跟我拼一下好不好？跟我拼了没有？拼了没有？拼在那边了啊！94870661，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一双啊，只有这样的呀、啊，这一双啊，479啊，今天卖你379，而且每3个月免费来这边测量你的脚有没有改善，对，对不对？有没有改善就知道，哦，连每3个月啊，你觉得改善哎好了，我觉得379很值得啊，对呀、啊，很值得，我觉得很值得，可以用两年，哎，可以用两年，哎，可以用两年呢、啊。如果你的爸、你妈妈、爸爸都有这个问题，哦，年轻人平底的都可以，对，对，我觉得可以觉得这个问题，走路一直跌倒。很多年长的，就是不是他的脚没有力，很多人误会了，是他们的脚有问题，所以老人家一跌倒，问题就多多了。对，你倒不如对不对？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哎呀是脚不好啦，尿酸啦，什么关节炎啦，都不是哦。其实很多人，哎，我们已经开了4件了，所以我们很多，你总共救了多，你们改善了多少人？算不出，你觉得来这边的人啊，改善他的脚步的啊，有多少%？80%吧。80%啊，听得不？我干你老娘啊！这个无来是真的袂使。有个人的多呀。个人的多呀，就是我们那有保证两年，保证两年啊。鞋垫坏。真的？保修。保哦，这个如果坏啊。可以蒸到水吗？可以蒸到水啊！不要洗衣机啊！不要！妈的，你是跟林北开玩笑？有人这个东西丢下去洗衣机吗？有人是这样的。那种叫什么？这种丢下去洗衣机的人，我送他两个字 ：SH。你知道什么、啊？你知道什么东西啊？你知道什么叫 SH 啊？你啊？你知道什么叫 SH 啊？啊？真厉害了！不。谁知道叫 HH 的人来马上下单来7489-0661 7489哎7487 7487-0661 7487 9487-0661开心分了就看见你太漂亮你的身材真的没有办法你的身材看你天天来看我看你的身材太漂亮了请问一下你的腰围多少啊不要告诉你我跟你讲你看你老婆了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她的腰啊哎安迪啊你妈妈她的腰啊她的哎我5条内裤当没有了她1条内裤啊94870661 94870661还没完哦我说今天送就送哦，
不用任何代价的，是不是？不用，不用你买多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什么什么不用，只要你 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 就可以了。怎么参加呢？等一下，这两双要下单的人马上下单，马上下单，94870661，你只要 WhatsApp 你写37，你只要你写379，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客服人员会联系你，好不好？我们哎，今天只有今天 offer 哟，本来他是卖479的，今天要的人送给你妈妈，对不对？中秋节妈妈一直走路 ，try 一下，我们已经开到4000了嘞，不可能就这样这样哎，而且他说88%能改善你的脚步的问题，而且我听到这个就怕，刚才来给我照这个，哎，这个很严重，哈。你脚后跟痛啊？来，这个脚跟后面痛啊！你如果不要医，不要改善，眼几年后，几年后你将会变成骨刺。对，你将会变成骨刺哦。所以我觉得很严重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嘞。这个骨刺是没有药医的啊，没有药医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的部分下来就会变成这样，我的脚过后会变成这样。这样就会怎么呢？最后会锯掉，锯你妈的头也锯掉，还有锯掉。所以这个脚能哦能改善，能改善。你们现在马上下单。还有这个今天说没有哎没有啊，只有100份而已啊。这个垫脚的啊，这个垫脚的、啊，来这个一样的，以你的脚步，以你的脚步来。哦，我也是要跟他拿一个的，我要跟他拿一个、啊。来，所有的好朋友，新加坡只有新加坡而已啊。对。只有新加坡人而已啊，我们要送出这一对啊，这一对是79.9元，79.9元。所以有骨刺的朋友走路很辛苦，现在就冰来啦，给你走得很舒服，就是这一双要送给大家。今天将要送出100双啊，100双啊，来，等一下不用买东西啊。嗯，用链 my back pain and foot pain， how to avoid the 什么？还什么？做一双。来，做一双啊！这个啊、跑掉了，跑掉了。做鞋垫哦。来，这个。啊，对对对。啊啊，要做来这边免费的，好不好？倒不如讲。免费两脚。免费两脚，他会不会你提车？你们只要两，你们今天只要我跟你讲啊，马上我要送出啊，100份而已啊，马上外送啊，免费的。免费的，要去哪一间拿？4间都可以。4间可以，都可以啊。是免费量你的脚。你拿了这个79元的，你有问题，你的 size 刚好量，你6寸的、7寸的，你跟我们讲，我们的会拿给你送给你，不用你什么会要买超过200元才送你。我叫林北直播天王来拿你，可能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对。你认识我吗？认识。Before 的时候。不认识。Before 不认识啦，你在几月认识我？你红哎、欸！没有几月，几月？你几月 ？CB 哦 ，CB 吗？对不对？现在我的名声会不会有红过周杰伦？红，免费，真的很红吗？你没有听到林北红过周杰伦？哎呀，真的妹妹 ，I love you， 真的，这太漂亮了，所以啊。马上准备你的手机 WhatsApp 吗 ？WhatsApp 这个号码，100份呢、啊，可以4间拿、啊，去4间拿、啊，先抢才来讲，先抢才来讲啊！你只要 WhatsApp 里面写什么 ，I love seafood， 还是你写我爱 seafood， 好、啊、，C F O O T， 我爱 seafood， 好不好？还是 short form 也可以。I love CF 也可以，我爱 CF 也可以，来100双而已啊！马上外线94870661，免费送出100套，100双，所以我们今天啊只送出100，我觉得这个哎呀很轻呢，很轻哦，你觉得几克吧？
我觉得不没有即刻而已。你拿去算喽。对了，我不知道即刻。哎、欸，这个真的嘞，连你买了之后就要跌住哪里？放进你的鞋。哦，来。我给你试我的鞋。来，你看啊，买的人啊，就是这样放跌下去，就会改善你的啊、哦。来，还有今天要送出的哪一双？这双。来，我您别说送就送，这一双运动鞋，您别几次又骗过大家。今天真的要送出这一双，价值289块，要送出啊！要送出289块的，还有那双呢，479的呢，哪一种型的？鞋垫哦。来鞋垫啊，这个啊，来来，哎、欸，跟我照一下，哎、欸，来来来，来，啊，讲，哎、欸，这个比这个贵啊，479，这个是289。你今天做这个啊，才379，要做的人现在 WhatsApp 啊，三天过后回复都一样价钱，479，啊，听好啊，现在你要 WhatsApp 我们的啊，记住啊，479，你写379，我就是知道你们要这一双，哦，我们知道你要这一双啊，这一双是要买的啊，这一双要买的啊，我们这一双。今天送的，你只要写 WhatsApp 进来 ，I love CF， 我爱 CF 就可以。只有100个人啊，后面来的没有了啊。现在我们有客服人员。好，如果你妈妈、你爸爸、你本身你的脚有问题，我觉得啊、可以啊、我觉得这一双给他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啊，不是写在这边，写在我们的 WhatsApp， 修春系。不是这一间，不是这一间，不是这边，你们不要comment在这边，他要拆给大家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来要这样抽，那这样那个已经放在里面了，对，来大家看一下，来也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来你里面的这个拿出来，对，啊，不然太过高啊，大家看一下啊，来就垫在里面。啊，垫在里面，人就这样穿。啊，哎，哎，哦，哎，这个我的刚刚好嘞，这个我刚刚，这个我刚刚好嘞，哦。等下你走了像神仙这样。是吗？嗯。真的吗？年龄要讲话嘞，做了3年哦。他想叫你去做神仙。真的，不是啊，你看他口才很好，他口才很好，只是他身材不是很好。他口才很好。但是身材不好，啊，妈妈一定骂我。那新郎竟然不要打我，大无大波，对不对？大无大波，哎，哎，你跑啊！哎，真的，哎，我真的，哎，免费的那个鞋垫，79块的。对。对啊，79块，我觉得很舒服嘞，不拿白不拿哦。9487-0116，0116马上WhatsApp嘛。9487-0606-0661，9487-0661，哦，有没有冰在那边？你们看啊，9487-0661，马上 WhatsApp， 只有100份啊，免费送给你们啊！来，如果那个刚才说要买那个479的，就是这一双，我觉得改善很多。我觉得这个你妈妈，哦，你不要觉得你妈妈啊、脚痛啊，来，我这个郑重要跟大家讲啊，不要说你妈妈每次这边痛，就拿那个油一直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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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穿袜子啊，一直穿袜子很多啊，对对对对对，那种一直锁住的，对不对？其实不是，不是那个的问题，是这个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看医生，这个是万能的。啊，不知道有的医生哦，没有觉得，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原来他有足部的问题，对，他也不知道，完全他不知道有足部的问题。我觉得有些医生叫顾客来做哦，那种就厉害的医生，那种就是厉害的医生。所以啊，你要买这双是479，但是今天卖3379，你 WhatsApp 给我们9487-0661，你只要写一个379。我们就会把你留住，因为我们有限量，今天只限量50双而已，
因为这个是 offer， 一双便宜100块。你 walk in 啊， anytime walk in 啊，你要做是479，你路过的。两个星期内要来做。哦。量。哦，就是不可能马上嘛。没有，他下单了过后。下单了过后。两个星期要之内要回来我们量、哦、我们。OK， 你下单之后啊，要两个星期之内啊，14天之内你要来我们四间店。哦，要来这边，好像刚才用那个量了、啊、那个电脑啊，帮你分析，好不好？我们的第一间是 Novena Square 0170，第二间是 Westgate Mall B1K6号，把 Parkway Play 0257，这个身材美美的，宜萱，还有我们的 Slida Mall 0231都可以。我们四间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本店，今天叫您被我。对不对？我们直播天王来，我跟你讲，好康就要介绍。对，你觉得我跟你讲，你想不到竟然脚能那么多问题呀、啊？这种大家来，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跟你讲了、啊，因为你站在这边，整个被你遮掉，好不好？对不对？妈，那都是咋个了？那我刚好你别介绍，结果按照一介绍，所以。Can see you do 什么？什么、啊？叫什么 ？Can see you do 哦，来做多一次啊 ，OK， 我们做多一次啊，来 ，Can 啊、哦，我们可以做多一次啊，来给大家分析来啊，你们要买今天下单的人啊，379的人啊，一定要14天里面来量我们这个，来要量我们这个啊，在哪里？站在哪里？这边，看啊。你要站这边啊，你要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先等一下啊，妹妹，我们要给大家看，要来，我们的脚给大家看一下先，他要帮你纠正先啊，要准，等一下，给他看一下这边先 ，OK， 你可以攀上去，等一下，妹妹，等一下再按，等一下再按啊 ，OK， 好了没有？做到了，来按下去，来，电脑就会帮你分析你的脚有什么问题，你的脚有什么问题啊？来看一下。哦，电脑就会帮你分析，来这边就会走，啊，这边就会走嘞，来这边就会走，好不好？来，电脑已经分析出来了，这个是，啊、哦，来，全部已经跟你讲，大概它量是脚底上面一扯，好不好？换脚，再来给开换脚，来，再我们另外一只脚再换脚啊，等它扫描。脚步扫描，两个星期之内一定要来这边做检测啊，才能为你配你的脚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你带你妈妈过来，带你爸爸过来，带你阿公，带你阿妈，全部都会帮你分析出来，你的脚什么问题，他们都知道，医生都会帮你解决，好不好？来，给大家看一次啊，给大家一看一次啊。哎，这个是最新哦，用电脑跟你分析，不可能会差错。不可能会错的、哦、所以分析起来，来，全部哪里都全部给你知道，啊、哦，对不对？对，全部都知道，啊、哦，我来这边是有问题，对不对？对，来看到红字的不好扛头，红字的不好扛头了，还有这些都是不好扛头，你去医院check也是一样，啊、哦，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多红字不代表好，读书红字回家也背。有没有？对不对？小孩子红字，年长的身体这个时候这边有问题也是不好，不刚好的，所以要做我们的所有朋友。今天哦，这边还有什么？压力板。压力板是什么？这样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边还有一个压力板，压力板是什么？量你的脚的压力哦。哦，来，你看后面，哦，压力板，哦，这个是压力板。来，我们呢要做 lucky draw 了啊！来，向这边，他妈的，你一直玩我，又叫我这边，又叫我这边，你在这边吗？在这边啊！来，用电脑跟你分析的啊，电脑跟你分析啊！今天你们看我这个直播就学了很多东西，原来脚是对我们那么重要。你的这只脚用很多的力嘞。left hand 脚。来，电脑都可以跟分析哪一只脚用很多力。我左脚用多力，你要去问我太太。为什么？你问我太太啦。OK。
来，就是这边啊，左脚我用太多，我的脚用太多，长时间你这只脚就哦，一直撑在多哦，来红色的多，对不对？对，这边很少。对。哦，你有没有看到？红色少，这边红色多，就是一只哦。你要怎么办？做这个。哦，做会改善吗？万能啊，我都说万能来了。来，跟大家讲一下，他真的吗？对。所以不可以开玩笑，你要定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做了三个月，你回来你就知道了。哇，这样神奇啊。嗯。这样神奇哎，479，今天算你379而已嘞，对不对？对。你马上下单，下单是讲的，你很容易，你只要写379。位置就把你留住，把你留住，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联系你，就会来到两个星期之内，你一定要来这边做检测，好不好？9487-0661，9487-0661，试看看那 WhatsApp， 你写一个379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今天我真的上了一课，我还不知道哦，我的 left hand 脚用那么多 ，OK 啦，大家都知道。哦，我很多真的很多台湾朋友我看不到哦，三个月哦，你的截止很严重，妈的，你看三个月你可以一路好走，妈这些全部在之前来，我们要做 lucky roll 了，幸运抽奖将会送出这双鞋子，还有里面的垫吗？对啊，如果他没有脚有问题的人呢？啊，没有问题的人就不用用了，要穿得更加好。哦，它可以让你走很多，站很多。哦，如果时常做工的朋友，一直要站的朋友，哦，你的 lucky roll 如果拿到就是那个79.9的就可以了啊。一双鞋子哦。哦，这是配进去的。哦，可以配进去。哦，你来我们这边选，选看你哪一个你喜欢的，保护你的脚，又可以保养你的脚，又可以保护你的脚，你干嘛不要？好不好？马上 Y 线，我们9487-0661，9487-0661，所以马上下单 ，Lucky Draw 来喽！要送出这两双，要怎么做 Lucky Draw 呢？你们觉得好不好？我们就扫，来，我们就扫，从那边扫，好不好？我们从那边扫，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不可以的，所以不可以给人家暴露啊，我不可以暴露啊。已经超过100了，所以我们 WhatsApp 要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我们哦不要打电话进来，不要打电话进来，不要打电话进来，太多了太多了，不要打电话进来，不要打 WhatsApp 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所以你们呢、啊、如果要这个啊、这个啊、我觉得啦，这一个比如说你要拿这个79块的，你写。我爱 CF， I love CF 都可以，你 WhatsApp 进来100分而已、啊，我觉得是超过了啦，我觉得是超过了啦。那你可以 close up 一点，因为他看不到。我觉得超，但是啊、哦，但是你觉得你要379的，马上 WhatsApp 379，你写379，你写379，我们就知道，因为这个379的、啊，哪里啊？这个379的、啊。只有50份而已、啊，因为你要买是479，你要是479啊，来了，我们刚才看你会中双奖吗？我们只可以得一个奖而已啊，一个奖就是79.9，不然你就得大奖，啊，你如果我们以你的号码，我们这边抽啊，来先抽出279的，啊，289的，来拿给大家看，来啊。我从这边抽啊，你不要 close up 啊，这样比较哦。我们这样啊，我乱乱杀、啊，看得到吗？看到了，看不到号码，看不到号码啊，看不到号码，以示公平啊，啊，给大家啊，我们以示公平啊，好吧，我就这样掉，停住啊，公平啊，恭喜这一位得到，等一下，给他又跑掉了，又。没有，我被跑掉，我们重抽一次，对不起那个水，因为他太多进来，OK 啊，来我们一直讲啊，来从头再来啊，很水啊，很水啊，不要注明啊，给大家看，
哎呀，有电话进来，我刚才按掉啊。来，随便按一个，按一个，我按一个啊，我没有生你啊。这个我不知道啊，我写恭喜恭喜阿摩你们不会，恭喜哦。G O 什么？我这边哦 ，WhatsApp 吧。啊，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公，这位最后号码，等一下，中287的号码，什么号码？这位，等一下，哇，很多进来，这个号码嘞，后面不是，看到了，7785，对不对？7785，对不对？对不对？后面四个号码。对。来，恭喜7785啊！我们等一下我写一个啊，我外线的，你跟他，我太多进来 ，Hello， 恭喜你，我是王雷，你得奖了，你得到一双280块的运动鞋，恭喜你啊！来这个啊，再来，我们再抽出啊大奖，我一直进来，没有听到。来，你要跟给我出来，这个出来讲出，啊，就从再抽多一个，那个号码是7785啊，后面的要记住啊，再来抽出一份，你一定要写啊，一定要，只有得一份啊，你得了那个运动鞋，你就不能拿这一双了啊，那就不能拿79.9元的啊，只可以一次啊，来，我们哦，你要379就可以啊，379就是你要买，对。你写你外泄进来379，就是你要这一双啊，9487-0661，价值479，今天 offer 给你379啊，来做 lucky 的啊，我们拉到下面，因为下面是他们早就进来的嘛，对不对？来，蓝色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复的啊，来从这边开始哦，对不对？来。乱点啊！我不要看了，我的。来这一位，什么号码？哎呀，你的号码又看不到了，很多进来。来，什么？最后一个号码是看得到。0429，最后四个号码0429啊！我马上联络你啊。Hello， 恭喜你了！林北就是鳗鱼哥，鳗鱼哥就是林北了。你会得到价值479块的这个什么鞋？鞋垫。电话一直进来，妈的，讲到要死，没有打出去。啊，可以了，有了。所以呢，非常谢谢大家。哦，你觉得这一双能帮助你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不用去看医生，看中医，有的人这边脚痛，那边脚痛，背酸痛，很多痛，他们是以为关节炎、风湿、什么东西、骨刺，我觉得你来这边试一下，479能帮助你，好不好？你就写 WhatsApp 给我们379，我们只限制50双而已啊，好不好？要的人就 WhatsApp 进来。9487-0661，如果想得到我们这个免费的鞋垫，哦，就是以你的，哦，他刚才已经试给我看了，哦，已经试给我看，来试给大家看多一次，来给大家看多一次啊，我没有垫的时候啊，没有垫啊，来，啊，没有垫啊，这个要松出去啊，来，因为我的脚没有好写，来，1、2、3，来，我自然。会扑向前塔，来，在我们现在要送给你们这个79.9元的垫 ，OK， 因为我是平脚的啊，来，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来大力一点，他妈的你很胖哎、欸，你很胖哎、欸，你这样重，怎么你这样重？我爸爸妈妈厉害养吗？这样重怎么我你被扛拉不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就送给你们，免费送给你们啦，79.9元啊！你外泄进来9487-0661，你只要写我爱 CF， 我爱 CF 或者 I love CF， 你就会赢取一双哦，好不好？会去哪里领奖呢？靠近你家的 Novena Square 0170 Westgate Mall
B1K6， 我还有我们的门 play 这边啊，八位 play 啊，0257就是我们这边啊漂亮的妹妹，还有 Slita Mo 0231得奖，我们的同事会传给你去哪一间呐、啊？是吗？靠近你的，你靠近你的啊，靠近你，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明天要给我们一两天的时间来回复你、啊。对，一百个，今天他们如果回复他应该要两三点了，对，好不好？所以今天没有接到回复的朋友，我们明天会回复你，好不好？给我们时间。所以你觉得要买这一双470G，改善你的脚，改善你阿爸阿妈，改善你的爸爸妈妈的脚步，没有问题，下单。今天479就卖你379，给你的脚走99，有没有押韵吗？379，给你的脚走99，哇，我太厉害了，你觉得我厉害吗？厉害。你觉得要嫁老公是不是要教我这种？你觉得？觉得是不是？是啊，是啊。你呀、啊，对不对？天王嘞，林北是直播天王嘞，有没有？谁有？谁没有？所以马上下单啦，好不好？379，给你走路走99，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也要告一段落啦，跟大家说谢谢。谢谢，拜拜。晚安。晚安。I love you 。I love you 可以 ，I love you 可以的。I love 可以的，妈妈吗？妈妈，妈妈 ，I love you。啊，有没有男朋友？不要告诉你。我看他的身材很难看。来，拜拜。拜拜。